500年了，我重建了观音禅院，规模比之前的更大。那些葬身火海的僧众，化为孤魂野鬼，在这黑风山间游荡，是我亲手将他们超度。 我甚至把那些经书残卷一一复原，但我知道总有一天，你还是会找上门来。何不等我进了山来，再与你斗？
乃观音座下守山大神，休得放肆！好好的禅院全被你毁了！跟我来山顶会会。他这巨型散气之术看着花里胡哨，实则不难掌握。这黑风怪学艺不精，去了趟南海也不见长进。他刚才的几番变化遗留了不少元气在此，正好小老儿收下来用。巨型散气无痕无迹，里面门道大得很，自己慢慢领悟吧。
灭绝。天上宫阙回不去喽。
那么容易。Come on.
那家伙曾经对我说，眼不见心不乱，寻常修为，入一切相，破一切相，方得自在。可是他自己看到那些东西后，不也疯了吗？
今日本大王先不与你纠缠，此番不同往昔，无人与你助力，待我取走这宝贝，哪里不能重建宝刹？天庭胁迫，若非身不由己，好端端的谁敢对那闹天宫的瘟神动手啊？不怪说的倒不假，姐再多的胆子他也绝技不敢自己谋害大圣，这幕后指使定然另有其人。况且这玩意儿邪乎得很，得来后根本不知如何炼化，只好高高供在上面，偶尔骗些小妖怪朝拜敛财而已。若小圣饶我这一次，我自当回到南海负荆请罪，重戴金箍，从此不再离开普陀半步。别听他掰扯，小猴子，赶紧先把大圣的遗物取回来看看。百卷轻，千般缘，色与空，弹指间，轮回路有万次劫，求不得，闭上眼，一生功名忙如烟，浮沉落花断不绝。究竟寻常事，有情处不愿。是宝却方便，修行路无名尽，凡懂事莫等闲，一生功名轻如烟，最苦人活在少年，最是萤火青石面，真知看见
师父，徒弟还是想不明白，出家人尘缘已断，心海尽干，长老他为何偏偏放不下一件衣裳？若不披上这件衣裳，众生又怎知我尘缘已断，心海尽干？千重水，万重山，过了黑风第一关，红钟响，狼蛇藏，烈火熊熊，双目盲，小妖打得费劲，大怪更是仓皇，如此笨拙痴蠢，如何见得真章？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黄雀是谁？我看不到。蝉与螳螂倒是遍地乱跑。